你不会跑去 Google 找题目吧？天哪！你看你这样子，时间就浪费掉了吼。会隐身术，看分数。什么啦？什么东西？宝。哇塞！你这群。诶，我画反了，哎，对，你要这样子。换题目，测。哎，好难哦，是不难啦，就蛮好玩的啦。来，再来，我要先遮，不然有人会偷跑进来。我想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这个画面，哎，在哪里呀？来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我找一下哈。可是人好少哦。还是你们想玩随机呀？随机哦，可能会有动物哦，生物，动物、物品、食物，有的没的哦。你们想玩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没广告，我却有广告啊？你们是有装插件是不是？坏人，那些比我快进去的，来这个，点进来吧。等一下哦，我的金羊还没缩小，我的金羊还没缩小啊！白痴哦，我刚刚画什么啦？功夫熊猫，哎，没画到啦！这题是动漫，动漫题。可是功夫熊猫怎么会是动漫呢、我广告教育重整就可以啊？就等我一下，我改一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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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你缩小你缩小你缩小，你乖，你趴好。广 告的话，重整就可以消失了。我选的是卡通，可是。我翻译叫动漫呐、啊，好啦，没关系啊，结束后就
就顶多在一起，我就没有人，然后就来个大随机吧。所以动漫是哪个图案啊？可以跟我说吗？动漫类是哪个图案？动漫要选紫色头发的。哦，不是吗？哦，了解。那等下玩哪一题吧？这头发的女人。这几个都是老面孔啊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这个我感觉他们是认识的，可是对我来说好像不熟。你看这些，这几个都题库仔啊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哇！所以嘞，反攻大陆，哎呦，太难了吧！怎么啦、欸？哎呦！你们最好看得出来的哈，你们都有题库，可恶！哎，卡萨丁，我们程度没有那么高，你们不要这样乱画哦。啊，你们看不到上面对不对？那马达加斯加，你怎么画那么像台湾？啊，对不起，啊，你是不会画狮子、豹啊什么的哦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地理不好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么多只，我看也不用挡了啦，反正。哇！我觉得有点母汤耶，天啊！
我想说，你画的好像小新他爸哦，对不起，抱歉。就说他们几个，顶多这三个，我觉得他们是认识的啊，因为我只认识江大娘跟卡萨丁手上啊，救济狗没有遇过。有人没画到吗？感觉应该都有，对吧？下一题就我了，测测测测测，我们玩动漫。他教我是怎样？来，我们先画面。哎呦，跑掉了。等一下，要热头发。紫色头发都被选走了啦，还是我们去挤别人的啊？这桃猫都满了啊，要不然我们去挤别人的喽，不然没位置了。小，来吧，我们不要脸去挤别人的吧。这里。我们画完就撤，哎，画到10点啊，我猜，定吧，太多了吧，哎，西装狗，你有几个大头贴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如果是最近动漫，我是认不出来的哦。因为我到了一个年纪，我开始没有在看动漫了。太屌了吧！哈哈，有星罗哎。哇！啊！